牵起粉丝的手帮忙插上保养品，张丽阳暖男的举动让女粉丝脸红心跳。聊起自己的平日保养，张丽阳说自己的皮肤容易过敏，所以在保养品的选择上会更加注意。近来又因为疫情期间拍戏会配合戴口罩，让她更觉得肌肤容易产生压痕和松垮感，这时肌肤保水就更加重要。他近来就爱上了保湿胶囊，一个刚好是一次的分量，使用后滋润保湿又不油腻，让他的肌肤持续蓬润有光泽。